在南洋酒店里的君好扒烧西餐厅，是一间以牛排以及各式海鲜料理的半自助餐厅。这里的牛排出炉后，与其他牛排餐厅不同的是，牛排旁边的佐菜必须是顾客自己亲自去挑选。看似好像有点麻烦，但店家提供非常多的菜色供客人选择，让客人可以自己组成美味的牛排大拼盘，饱足感100分。君好扒烧西餐厅还有相当豪华的鲍鱼配明虾等餐点，口感相当软嫩 Q 弹的鲍鱼配上硕大的明虾，料理奢华度几乎爆表，让顾客吃了赞不绝口。